鹿儿岛渔民来到喜界岛周边捕鱼，赫然发现水里有庞然大物，打捞上岸才发现不得了了。魚かなと思って巻いてたら上がってきたら大きなイカだったっていう。原来这种乌贼叫打王乌贼，这次捕捞上岸的达两公尺长。其实这片水域水深超过1000公尺，乌贼渔获繁盛，不少人都曾在这目击打王乌贼。光这位渔民就看过4次，但重量过重，每次都放弃打捞上岸。而看到打王乌贼，渔民也都开心不起来。自分たちが釣ってるそのソデイカを食べられてるっていう。扭转网导根线，这名女子钓到一只来世拟乌贼，开心在岸边拍照留念。这位女子还把它带回家，打算制作乌贼干，却发现有点怪怪的。一本、二本、三本、四本、五本。原来一般乌贼通常只有十只触角，但这只乌贼却多了一只，究竟怎么回事？生まれた時から足が11本あった可能性と、足に傷がついてそこから刺激でですね、もう一本生えてきちゃうっていう。这只乌贼因为太过奇特，就被送往鸟取县立博物馆制成标本后珍藏。不少钓客听闻这件事，也慕名来这片海域，希望碰碰运气钓到罕见的十一只脚乌贼。